瘦子，哇，你们很坏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应该就是我跟大家一样，对。你有被惊吓到吗？有。真的吗？有，还好你们，我今天戴口罩，还好。我对有，那恭喜他了，对啊，这个是喜事。所以一定要对他了解，你觉得他是筹备很久？我不知道哎，你们可以问他。对啊，你应该问他，或是我下次再见到的话，我打给你们，然后我们做直播好。对。那他最近升格人夫，你有传说他介绍给他？我觉得就是老婆最大了，对啊，所以他知道这一点，就是让老婆开心，他的那种 happy wife happy life， 这应该是最直接的一个，对的一个 advice， 对啊。你家里面老婆最大？当然，对，我现在是小朋友吧，应该是小朋友了，对。所以在家里面排名大概是最低。就说话是好，完全没有。没有声音。因为他还没开始上课啊，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直在学习，然后学讲话，对啊，所以我每天就现在就是在家里尽量让他多讲话，但现在就是最可爱的时期了，他2岁出头，所以就是很可爱了，就是他讲一连串的话，但是你又听不太懂是什么，好像只有妈妈听得懂，因为他还不太会讲那个 S， 就比如说他不会讲 Sunny， 他就讲。Yanni，Yanni， 他不会讲，他说 Yanni， 对。